我就新加坡长途电话打过嚟嘅，应该阿牛。系。你好啊。你好，阿 Ben 同埋巫师。Hello， 你好。好似人叫佢巫师啊。系好耐冇听过人哋咁嗌我啦。你好啊。冇人叫，冇人叫 Moose 嘅，佢英文名。先咩事？我以前系俾人改咗做 Moose 嘅，嗰个系顾老板。一定系叫 Moose 嘅啦。阿大阿牛啊，大牛，大牛咧就系、是、之前打过嚟就讲，同未婚夫嗰个父母嘅关系有少少都拉锯嘅，因为呢如果我冇记错吓，大概就是对方又唔肯飞过嚟参加你哋嗰个婚礼啦。咁你本身系马来西亚人啦，咁马来西亚嗰边爹哋妈咪就少少传统啦，都希望会见到噶嘛，系咪先？但系又冇呢啲咁嘅嘢，系咪嗰个嘛？系咪？系。O K， 点啊？我打嚟多谢你哋嘅。点解呢？都应该拆弹成功，不过系咯，都将最大嘅矛盾化解咗嘅。系咪啊？我记得我嗰阵时教咗你点样去同佢哋讲啊，嗰啲噶嘛，扮下嘢啊都要噶嘛，所以我叫人上我堂咧，真系有用噶。跟住又发展到 level two， 就系、是、都学习咗技能，就系、是、鸡髀打牙教员，跟住笑面咩笑咩、鸡髀打牙教员，我教佢，佢原先唔知道有弹嘢噶，系啊。是有用啊！跟住咩伸手不打笑人面，哇！呢两招实在太好用啦，讲到好似啲武功招式咁，真系有用啊！系啊，跟住嗰日阿强尼又即系佢嘅 prediction 太准啦，即系佢讲话，即系如果唔拆呢坛嘢嘅话，之后即系会又接落嚟再发生。梗系啦，一定咁样杀落去噶啦，一镬连一镬噶。哇！好彩及时打俾你，因为其实那晚我都没想过会即是有什么 solution 的，完全没想过你们会有 solution 给我，我真的打来信的，怎么知道、是啊，真的很真的很感激你们、有没有这么说，就是怎么说、就是你们的听力太强，跟着分析能力很强，就片面支持，即是每个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有不足的，所以打嚟多謝你哋。哦，係啊，因為我哋話過佢有啲，佢都有啲需要改進嘅地方嘅。其實都好正路嘅，人都有，每人都會嘅。我又有，我牧師又有，你又有，個個都有嘅。即係所以，其實我打嚟係八山琴日嗰個有個聽眾打入嚟嘅。你講緊尋晚報稱自己有家暴。系啦，跟住佢话响 dating app 的一个去自己嘅老公嘅，系啦，佢报称嘅就全部，系，因为我听到尾我系有怀疑嘅，系，家暴嗰 part 有啲前不对后语嘅，即系点会有一个女人俾人打到系，佢讲到打到系，又话冚佢埋衣柜，又话跌咗落地之后佢仲踩佢条颈嗰啲，系，而佢去到最尾佢系觉得我觉得我老公最大嘅问题系有少咸湿啦。唔系，即系唔系黐线，即系好难令正常人去接受。昨晚咁而且佢系有都几明显，一听到第三句说话已经知呢位听众系应该有一啲情绪病嘅。O K， 咁再追落去就真系都几确定啦。咁样佢自己都承认咗有睇。咁如果咁样俾人糟质，就理论上都应该要有情绪病嘅。佢话佢俾阿妈糟质到咁嘅喎。报称咁样，咁啊可能有遗传性嘅，因为佢妈咪都有咁样。但无论如何啦，我哋后屘俾咗啲解决方法佢啦。咁但系你就因为佢嘅事件而想讲下你自己嘅经历啊？系啊，即系因为我即系觉得由咁嘅年纪咧，你嘅成熟度同埋你嘅思想都已经成熟啊嘛，冇理由冇办法分辨到其实呢件事有咁严重嘅，即系咁严重嘅后果，你应该有适当嘅分析能力。所以我觉得有啲。不是几合常，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是闪婚的，跟他的情况接近一样。而你老公是从来没有 说家暴啊你的。那我可能啊，去家暴我怎会好呢？就是我应该会还手啦，当然。而你觉得你是会赢他的嘛？是我慢才会还手啦，因为我们都是在dating app 识的，跟着也都是闪婚。跟他的时间是几乎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年纪有相当的分析能力，所以他所说的事我觉得有些不是那么符合常理。当然不排除因为他情绪上面的问题导致到他在分析方面 有些不同，但是听他说的说话和他有在 Facebook 跟我问过我问题 inbox 我，跟住之后我就叫他打电话来，后来呢我就看一看他的 Facebook 呢，我就更加怀疑了。跟着你问到他病情那里，我觉得都
到系啊，佢有少少前，系啊系啊，跟住就系咁咯。嗯，后尾之前有问过我一次系马拉女人系咪真系相夫教子，我后尾又去即系又去做一个 study 咁样。嗯，即系去睇下你自己啲 friend 啊，或者啲表兄弟姐妹嗰啲啊。唔系，跟住我去 Google 嘅。哦，跟住我发现到一样嘢系马来西亚嗱，呢个系一个好受争议嘅一个团体嘅，佢哋有一个回教团体系即系点讲，即系顺从丈夫的协会，即系、啊、有咁嘅会噶，系啊，使唔使俾钱入会噶？我想参加丈夫协会啊！我真系 Google 我先发觉到呢个会系其实喺马来西亚备受争议嘅，就系、是、要香港都有一个噶，不过得一个会员会长又系佢嗰个就何姆斯啊，佢好顺从佢嘅另外一半噶，系噶，佢严重地顺从噶，系噶，讲紧嘅佢令我贴贴服服啊嘛，咩话？讲紧系床上嘅服从、啊。嗱呢一 part 我冇话问过嘅，但我估佢都顺从噶啦，我估啫。咁顺从嘅嘢双方嘅，即系嗰啲反转过嚟咁样，佢又好啦，成个拧过嚟咁样。哦，原来你头先讲嗰个马来西亚嗰个协会咧，系泛指系床上嘅服从啊。即系话，如果你喺床上顺到丈夫嘅话，咁即系生活各个范畴都顺到噶啦，咁好似咁嘅样，我觉得有啲太 extreme 啦，系啊，因为嗰个你可以话有若干关系，即系如果你将个字眼改咗，即系夫妇之间嘅床事系顺嘅，咁、关系会变得好啲，咁又的而且嗱，咁就系一个鸡与鸡蛋嘅理论啦，系咪先？但系佢而家用嘅字眼就变相有啲令人不舒服啊嘛，即系嗰个协会。马来西亚的、但这个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一个团体来的，因为有上过某些新闻、跟着他那个那他里面怎么说的，有没有说就是那些做男人的当然要令到个女人在床上听听话话，他只有一两篇 article 是这样带过而已，没有说详细的东西。你看完有没有说生气的？我觉得都即好像有贬低女性的嗰種含義吧。點？例如咧、例如佢講嗰啲咩貶低女性？即係點解我要學漁夫之術咧？點解佢唔可以學漁妻之術咧？係咯。點解要女人學咧？係啊，男人都可以學。如果係咁呢一方面，你都應該要應該咁講。誒，我喺呢一方面都咁講啦。我都略懂一二嘅。你好似好犀利喎，因為後屘我有 Google 你嘅新聞，你都好似好犀利喎，所以係啦，你應該都勁。犀利又唔講。看你指哪方面啦、看你讲什么东西，一两有研究这样。但如果你讲在床上呢，我除了自己有研究呢，我又学过，即我又跟过人问的之外呢，在何姆身上都听不少东西的。你又关我事？喂，做你做跟你做这么多年节目都应该。都即系袋都袋唔少嘢落袋嘅。咦，何姆斯系嗰个性治疗师咩？性治疗师唔系系本港首屈一指嘅专业性治疗师。系系小妹。我原来系冇病，跟住OK， 因为我通常系听嘅重播性治疗师何姆斯，应该系你。就系佢啦，医亲。OK， 医亲嗰啲即系唔好话啲咩，总言之，大把人咧有啲咩问题咧，暗砍就去揾佢噶啦。OK， 明白。我不知道你在新加坡有没有这些的专业。没有，不知道。因为我看新加坡都是比较传统的，好像是这些的看法上。其实你们就是说那样东西，我已经有一点不太好意思。是不是？就是你们的惯性都是不是很怎么说呢，不是很敢会是不是用口讲出来的这样。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